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款平价款的蕾丝衬衫，还有一件百褶裙哦，半身百褶裙。打开这件蕾丝衫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款蕾丝衫呢是一个杏色的，我觉得非常好看哈。说到手呢，它的实物的面料呢也是蛮不错的，摸上手也是挺柔软的，非常好看。它的领子呢是这种蕾丝边的荷叶领，很精致。来看一下袖子，袖子这里呢是个松紧袖啊，一门襟呢这里有个单排扣啊。这件蕾丝衫呢它是多少是有一点点半透的啊，如果介意的宝宝可以在里面穿一个吊带衫啊。这款蕾丝衫的图案也非常好看，带点小复古的，很精美啊。我买的这款呢是 M 码的，我们再看一下裙子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款裙子呢是一个百褶长裙啊，半身裙，非常好看。这款呢摸上去面料也非常好啊，垂感也不错的。侧面呢是带有隐形的一个拉链，我买的这款呢也是 M 码的，它最小号就是 M 码。现在呢我们把它穿上身，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好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这款蕾丝衫穿上身真的太好看了，很有女人味哦，很温柔很气质的感觉哈，非常好看。它是有点半透的，里面可以叠穿一个吊带在里面就行了。看一下它这个长短直接放下来的是这样子的，穿这件裙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塞进去哦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塞进去真的很好看啊，这就是整体一套穿的效果了。搭一双对不起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一套的穿搭，非常好看，很气质又温柔啊。从侧看后看都挺不错的。这件裙子的话呢，它也是挺大白的啊，是个 A 字裙，虽然它是百褶裙啊，但是它的款式设计还是挺好的，非常遮胯啊，腿粗的姐妹们都是可以入的啊。这件裙子真的非常百搭啊，配任何衬衫都是可以的。今天搭配的这款蕾丝衫呢也是非常好看的，这样一套穿搭很气质，搭配一个包包非常好看，一套穿，学生党和上班族都是可以入的。这一套呢，日常又通勤啊，不管参加任何场合都是可以穿的。而且它的袖型呢是有点袖的感觉，非常好看。本张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侧面分享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